那这里称一下。此时显示326公斤，多了0.4公斤。这里是内外循环，这里是出裂口，这里是下循环，这里是上循环，这是上循环，这是下循环，关闭相应阀门即可。使用前，开机使用前，这个罐子里面一定要加好水。这里是进冷却水的。这是西门子的称重模块啊。